哇，你演了多少年了？7年了，2014年演的。你什么时候出道？2014年6月。哎，我们同年出道啊？是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更早呢？我2014年1月出的道。是吗？哎，那你还是前辈。那你几几年去海外的？2011年底。2011年，嗯，底，2011年底。我也是。11年7月。哦，没有，我还是晚，我11和12。啊。你知道太阳有一天就是它会熄灭的吗？会吧。对，就熄灭之后就好像就会变成一个黑洞。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吗？我研究过，我研究月亮，如果没有了，有一天没有月亮的话，这个海水是，对，好像潮汐就不行了。对，对，潮汐就不行了。这是什么原理？这个都不知道，可能得上去问一问。嗯，问一下月亮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月亮人。对对，你们太阳人。月亮人。一会儿问问月亮人到底怎么回事，这是谁管的这摊事儿？